局各位可以稍微学一下。操，吓得不这样不命了，妈的，那两个盾有点无伤呀，那个无伤呢我很难办啊，兄弟们。登三级，兄弟们，打皎月，你们其实把皎月当成鳄鱼，就不会感觉说是很离谱了。我都是这么当的，反正你打鳄鱼有多难打，你就打皎月有多难打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大概率就是把他当成战士啊，他不是一个刺客啊，他就是个战士。大鲨鱼正在接近大猎，把他当成战士，你的这个思维就能得到转变啊。还没技能呢，我是你哥。这不正是我的机会啊，他抗塔了，我操。五十多人还好，那十多人伤害没他高呀。没事，这一波打他们打野一个闪现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们怎么看？榜英一刀斩，内圈躲 Q 啊！没问题的。有点肉呢。只有如此吗，戴安娜？我还不够尽心啊！被抓死一次依然可以打回来。这就是韧性啊，兄弟们，韧性。别怕，感觉我的椅子怎么有点矮呢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准备好了。他应该要升级了。不 Q 拉开，怎么说？谁在留一手躲他大？你摸摸摸。
这就是博弈。不急不急，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猎物。谁让你们刷的？时间到了，谁谁闪现有点浪费啊，有点浪费啊。没事，是吧，拿是一定拿下了。着陆喽。是想 Q 我。想看戏法吗？你能杀我呀？我没大，我大你看办不办你，哥们？哇操！这狼狗开个疾跑。吓死我了，兄弟们！没事，打了那个大刀挺赚的。多 A 一下，多 A 一下，看能不能给他越了。怎么说？怕不怕？一个亿把你吓死。他回家了。你这样放你给我死啊！哎呀，真讨厌这人！没闪，两个闪现，可惜。踩在浪花上，
可能可以来越野手呀。可恶的家伙！可能有人在后面，我的预感应该不会错的。就跟他硬干啊、哦！不让他玩游戏，反正放了也不亏。哦，屏障。那把杜神我感觉好像吃不到了呀。他没刀过。别怕。开影怎么不喜欢来中的开影？你来每一波都能越的，哥们儿。开两个，哥拉开，看到没？每一波都是随便越，很 easy 的。无解，我们走。打这个了吗？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想干嘛？OK， 你出攻就行了。挂点了，你受得了吗？ OK， 还可以吧，各位，这个节奏还可以吧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Hello。 给我拉开。哦，总是超级有视野吗各位。第一时间走的话其实我也可以走啊。可以走的，巫妖，这把我想来个巫妖，因为这一把挺顺。刚看上路有人带线的呀，突然人不见了，但我们已经14级了，怎么说？这个等级。我们破高地上了，高地可以破的，他们都是满血的吗？想怎样？你小子想来跟我作对呀、啊？秒，直接秒杀！怎么的峡谷呢？请问？被惊雷炸死了，什么都不管，拆了他，甚至可以拆高地。举个巫妖，在六层操纵，巨快无比。别幼稚了。
我操！开沙漏怎么多？我操！坏了坏了，给我推上去了。高地还没推掉，这边的打野他那个技能挺能扛的呀，说实话。我想一下，我再继续带下吧。就到前面去了。踩在浪花上。有点远，我说实话。一波，我可以的，看到没？巫妖加陶宗的上打速度很离谱，只能用很离谱来形容，看到没？一波，有用。